蝙蝠折纸，准备一张正方形折纸，对角折后，三角形向后翻折，突出三角形的角，头向左右两边分好，对半折，角边往外折上几回翻折，两边如此。最后把折好的边打开，最长的边角向内折回一点，作为蝙蝠的翅膀。把中间白色部分画上眼睛，就完成了。